看着孩子一天一天长大，似乎一切已经慢慢上手了。我也越来越享受当爸爸的感觉。连如何帮宝贝女儿泡奶奶，都是一门学问呢。这是我听到块状奶粉时的第一个反应。天哪，这也太方便了吧！因为奶粉是方块形态，每一包有五颗，一颗可调奶40ml，倒多少分量一目了然，再也不怕忘记数到第几匙。明治乐乐 Q 贝方块奶粉实在是太新潮了，爱它，我永远选择最好的给它。看着你满足的表情，爸爸这辈子就在等这一刻。